饮食中，民国八十年以前的美女罗相片，不仅看到呢农业时代大家生活的样貌，不过民众来看到台北的美女服，原来还有人畅想在人客有福哦。那最近由高雄市立图书馆美女分馆拍摄，回顾美女从台北从好的东西留落来的罗相片展览，本参观民众呢看到台北的美女到底是乜嘅样。也是民国四十年左右的美容服，也是游客欣赏富冈山色的好素材。睇游服的上好，做顿蓝衫，动作顿洋装的手指，留下历史的镜头。也就睇总政府长波岛，游服，做休闲的活动安尼，个有的人会过江水啊，后来就没诶，因为唔安尼啊。关门下嘛，好把我变衰啦。提升保卫农业人才，因为帮他干会妒忌，可谓系平常一时一时三忙的成果。为八十岁送几年，自顿火房前晒番薯前面来嘢，马上到已经系七十六年以前的事情呢。晒是熟起来嘛，俺就包起来，就空俺那个储藏室，哦，俺一摆需要个，如果俺没上番薯的个吼。就拿出来攞那个竹头一部本子个事，近时头因人进步，嗰度文化为安尼记忆啊，拢因流失。虽然讲家不要摆征集老照片的地方，可以本安尼面容跟头发诶安尼咧文化历史的记忆啊，再回顾。透过民间的提供同地方老乡讲的天书，唔是从民国八十年以前的老照片。用数位化文字记录一条方式保存下来，除了分享抗战人的青春美好时光，也不应看到闽南无穷人台的风采。下个新闻整份自高雄报道。